身材肥胖、长相平平的人本该是自卑的，但相反，尼基·布朗斯凯虽然身材肥胖、长相平平，却对生活无比的乐观，天生对歌舞音乐着迷。无论在街上和学校，只要音乐一响起，身体就会随着音乐飘动起来。在学校，尼基·布朗斯凯也会被同学嘲笑自己肥胖的身材，但是乐观的他对这一切都表现出来无所谓的态度。上学期间，他常常迟到早退，因为他早已被电视舞蹈节目《考林·柯林斯秀》完全给迷住了。一下课，尼基·布朗斯凯就和朋友阿曼达·伯尼斯一起赶回家收看这个电视舞蹈节目。他们一边模仿，一边幻想着将来的某一天，他们也能在那边表演。尼基·布朗斯凯因为电视舞蹈节目而经常迟到，这让他的母亲非常担心。尼基·布朗斯凯告诉母亲，生活就是应该这样有所追求，才不会平淡无味。母亲只好随他的愿。又一次，电视舞蹈节目《考林·柯林斯秀》中有个明星去世了，希望找一个擅长歌舞的人来代替他出演。尼基·布朗斯凯在朋友的帮助下，如愿地登上了《考林·柯林斯秀》的舞台。在这里，随着音乐的响起，尼基·布朗斯凯尽情的舞蹈，带动着周围的气氛和他一起跳动摇摆。尼基·布朗斯凯出色的表演让舞台皇后布列塔尼斯诺和他的母亲米歇尔·菲佛非常嫉妒。当地政府决定让黑人退出电视舞台，这让《考林·柯林斯秀》的演员惊慌失措，因为在这里表演的大多数是黑人。为了和种族歧视做斗争，在尼基·布朗斯凯的带领下，他们决定上街游行示威。在游行中，尼基·布朗斯凯惊动了警察，还遭到了通缉，他只好躲进地下室里。最后，众人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。尼基·布朗斯凯也躲避了警察的通缉。尼基·布朗斯凯可以和往常一样，在考林·柯林斯秀的舞台上尽情的表演，让台下的观众尽情的欢呼。尼基·布朗斯凯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明星，同时还收获了一场美好的爱情。本片是由亚当·山克曼执导，由尼基·布朗斯凯、约翰·特拉沃尔塔和米歇尔·菲佛等主演的一部美国歌舞剧情片。关注微信快看电影订阅号，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。